大家好，可以听到我声音吗？可以，可以，可以。好，哎，你好，李老师好，老师好。我想问一下，我们是不是都上线了？还是要再稍微等一下下？哎，可以请詹老师就是直接开始这个活动的开场，谢谢。好，那稍等我一下下，我切换一下，哎，稍等一下哦。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一次的教学工作坊哈。我想，可能有很多参加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所立志举办这个工作坊的朋友们哈，也许已经过去参加过好几次哈。那这一次呢，我们的主题是针对 Python 啊，在文件搜寻及文本分析方面的应用啊。由一个语言学家哈，从他自己的这个观点来探讨这个议题哈。那我觉得这个议题其实也是蛮有趣的议题哈。其实我自己本身我也曾经有做过类似这方面的一些应用的研究哈。我曾经有试过，就是要去从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一贯道的那个道长哈，他的演讲的这个资料里面哈。所记录下来的这些文字呢，去搜寻有关的一些他在那个一贯道的这个体系里面哈，他一系列这个影响里面所透露出来的他本身对于一贯道的一些道义哈，他的这个精神到底是什么哈，我们去研究他的这个发表的这个演讲里面的这些文字哈，去找出相关的一些这个资讯出来哈。那我当时其实也是第一次试着用 Python 这样的工具来做这种文本的这个分析哈。那我在做过程当中其实也是跌跌撞撞哈，因为我以前也没做过这个事，没有做过这个事情哈。那我对 Python 是已经有一些经验哈，但是对于文本分析其实是完全陌生的哈。那我后来在做这个的过程当中，其实哈也陆陆续续哈，就是看了很多前人的研究哈，去了解哈，就是。在文本分析到底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技术，那如果我要去分析这种大量的文字的时候我有什么样的工具可以来用，特别是如果用 Python 来撰写程式的话应该怎么做所以其实我在那个过程当中也学了蛮多东西的包括怎么样去断字断词怎么样去过滤掉一些可能没有意义的这个文字然后呢，找出有意义的这个文字之后，还要去了解他们之间的一些关联性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这个议题而且就是说，当我学会怎么去用 Python 来运用这些工具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成就感其实还蛮大的因为我从一个完全外行的这个人去慢慢的去熟悉这个议题，然后从里面去得到一些那个经验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这个经验那很高兴今天我们有一个真正这方面这个专家来跟我们分享他这方面的一些经验那吴老师他本身是也是我们政大的校友他本身在语言的这个研究上面有非常那个多的这个经验再加上如何利用 Python 来做这样的一个分析应该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这个地方那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替这一场工作坊做这个介绍那我们就热烈欢迎吴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他今天要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也就是 Python
在文本分析上的一个应用、啊、尤其是从他本身是一个语言学家的观点来看，应该、啊、是非常精彩的这个内容、啊、很值得我们去期待、啊、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吴老师、啊、因为我知道这个时间只有三个小时，其实是很短的、啊、因为我自己在做这方面的那个研究的时候，我花的时间是三个小时的很多很多倍、啊、所以我想如果那个要三个小时完全了解所有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们在计划办公室这边哈、也有帮大家做录影啊、所以如果事后参与的这个同仁们哈、有兴趣能够再更进一步去了解的话呢哈、应该可以从这些录影的资料得到一些经验哈、参考。好，那我就把时间交给吴老师哈、谢谢。好，那就谢谢詹老师了。那请问大家有听到我声音吗？好，那如果可以的话，那我就先分享一下我的荧幕。OK， 分享荧幕。OK， 好，那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那个就是一个文字档？有看到一个文字档吗？OK， 好，那就是与会的来宾大家好。那我看有些好与会的那个来宾应该是老师哦，那可能有些同学，那就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那今天我想要就是分享一下就是Python 本身以及它在文件搜寻及文本分析的应用。那我想要先说一点，就是说那个其实我本身并不是那种工程的人哦。那个刚刚张老师说过，我是政大语言所毕业的。那我一路都是进行理论语言学研究，那大概在就是近大概十年吧，那个因为同学对Python 有兴趣，所以我开始自己自修，然后就开始往这方面走这样子。OK， 好，所以那个我想要说的就是程式它其实并不是人文领域的学者跟学或是学者或学生的境地，那只是说它真的需要一点时间呐、啊，它需要那个时间跟精力，那用适当的方法来学习。那如果你可以用适当方法学习的话，那么人文领域的学者跟学生也可以享受就是自由命令电脑进行你指定的任务的快感。那什么叫做适当的方法？那因为我的 Python 其实是自修的，我没有去上过任何人的课。可是那个我的学生曾经就是在外面上过 Python 的课，那他的回来跟我说是外面一般的程式设计的课程都在讲一些数学哦。那可是我们当然我们要做那个自然语言处理啊，文本分析这些事情，它数学也是很重要啦。可是你学程式的时候，本身其实并不需要像那样子去做。那我自己在美国念博士的时候，曾经到我们的 computer science 去上过 AI 的课。那时候我们用的一个程式语言叫做 Lisp， 那我现在不会用了。那个老师只说我们要用 Lisp， 那就开始讲演算法了。那我就问隔壁的一个美国学生说：“哎 ，When will the professor teach us this？” 然后那个博士，那个 CS 博士班学生就很讶异的看着我说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Just go to the library, grab a book. It takes only 1 week.”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哇、哦、靠，这 1 week, one semester， 我不见得学得会哦。”所以那个我自己的经验跟我学生经验是，人文领域的学者跟学生呢，你要学习程式的话，那必须要用跟那个 CS 的人不太一样的方式这样子。那我在我们中正大学语言所其实就是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开发跟培育学生的工作。那我们今天我当初我跟总办在讨论的时候，那个总办是说不需要预设与会者有任何的背景哦，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并不是只讲文本分析跟文件搜寻，那个其实是在蛮后面的。我今天会先对 Python 做本体的知识介绍，那比如说我会先讲 Python 物件，像自传啊、数字啊、表列啊、游序组啊，那字典这些东西有集合。那这些翻译有，比如说像表列，我知道坊间的书房翻串列，可是因为我之前是用英文学的，那我学的时候我不知道它中文是什么，所以我自己在编教材的时候就这样翻了，我就没有去学习那个就是没有使用那个外面的那个术语，它就是 list。那在接下来我讲模组的载入，会讲回圈，会讲 if 的条件判断。然后讲函式 ，OK， 然后呢，这些通通说完之后呢，
我就会介绍就是怎么样用这个所谓的正则、哦、那个正后面应该有个那个规则的则，正则表达式。 okay, 其实我可以改它哦。Okay, 正则表达式英文叫 regular expression， 那来做文件的搜寻。那这里的文件搜寻是你假设你有个语料，那你需要去找到你的语料，那你应该怎么做？那如果你有用过那个就是中研院的那个平衡语料库的那个网路版的搜寻，就知道大概是那个东西哦。可是我自己使用这些人家帮你写好东西的经验是，有些时候你要做这件事情，可是人家没有想好，那没有帮你写成，那你怎么办？那就没办法。所以如果你有办法使用一个很好的工具，它有很你就可以很自由的来做你的事情。那个另外我想示范的是文件情感分析哦，就是这个情感分析在原图里面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哦，最主要其实是它其实是一个分类问题啦。那我示范的是我上一次上课的时候请同学们收集的那个大约3000出头则的那个 Google 的那个网页上的一些商店网页上的那个正评跟负评，那我们来试试看它的那个它的那个就是我们来试试看它的那个就是预测力有多高。OK。好，那如果你想要学习那个 Python 的话，那你需要那个你需要你需要两件工具哦。那第一件工具是什么？第一件工具是一个纯文字编辑器。那什么是一个纯文字编辑器？你在写程式的时候，其实不能够用 Word 哦。程式其实就有点像在打英文啊。那可是你不能用 Word 去做，因为 Word 它里面有排版啊，它字可以变大变小，就有很多格式的问题哦。那个就是，所以如果你用那个Word 去写的话，那个你那个程式语言没办法去读它，它会读，因为它有夹杂太多的那个机械码在里面，所以你需要纯文字编辑器。那个纯文字编辑器的话，其实如果你用的是 Windows 系统的话，你那个叫做记事本就是一个，不过记事本不是一个很好的纯文字编辑器的，不是一个很好来写程式的工具，因为它没有行号。它需要写程式哦，那个你的程式行，我跟你讲说你这一行错了，那你总不能用头去从头开始去数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有行号的那个纯文字编辑器。那你要学 Python 还需要另外东西做 Python 直译器哦，那英文叫做 Python Interpreter。那个 Python Interpreter 就是你写完程式之后呢，你必须要用那个 Python 直译器去读你的程式，然后它会在 Python 直译器上面去执行。那如果你对程式稍微有点熟悉的话，你会知道。程式语言还有另外一种我们需要叫做编译器哦 compiler， 像 C 或 C++， 那你把程式写完之后它会帮你编译成 .exe 档去执行。那个 Python 这种是不它不做这种编译，你可以编译它啦，但是那个一般而言我们是不编译的。那我们就是把你写好东西用 Python 的直译器叫进去，然后就执行它，这样就好了。那个这两个东西其实根本上其实是两件事的，就是分开的啦。那我一开始使用 Python 的时候其实用的是Node.js 跟从 Python.org 下载的那个最原始、最纯汁原味的那个 Python 的直译器哦。那过了几年之后，我在网络上发现，就是其实很少人这样做。那我们在这里会推荐你使用 Anaconda 或是 Miniconda。那个时候总办跟我联络的时候，我也是请总办就是在说明上就是推荐那个就是与会者哦，你在就是开始之前最好先去灌它，因为这个灌需要点时间哦。那如果你没有先灌的话，那我们就会把很宝贵的时间花在这个安装这些东西上面。那这样就有点可惜，这样子 OK。所以那个我已经请总办建议大家装好 Miniconda， 那我们就从那装好 Miniconda 呢，我们就从建立虚拟环境开始了。那所以等一下那个就是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那麻烦就打断我，就当场问，不要因为那个我们接下去会使用这些装好的程式，然后去跑啊干嘛的那。如果你安装啊或是你任何的地方就是没有跟上，那你后面就会越落越远，那在最后你就会觉得你就想放弃，那我觉得这还蛮可惜的。那个为什么我们要建立虚拟环境？那是因为我们不同 Python 我们用 Python 写程式，可是实际上我们并不只用 Python 这个东西，我们会用很多很多其他的套件。那比如说像等一下我会建议你灌那个 Jupyter Notebook， 那你就必须那个不同的 Python 套件间哦，它会对，因为A 套件可能会依赖 B、C、D、E 这些套件哦，那另外一个套件有可能也会依赖 B、C、D 这几个套件，可是他们对这套件的版本要求不太相同。
那如果你把所有的那个道歉通放在同一个那个环境里面的话，最后就会有版本冲突问题哦。那版本冲突问题，最后你的那个环境就会 crash 掉。这是我刚开始在使用 Anaconda 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大概用了一年之后，就发现那个我那个 base 那个基础的环境就 crash， 就是你怎么做都不能执行。那后来才发现，原来就是版本冲突太厉害了。后来我才学到，就是哦，我们应该要建立那个虚拟环境。OK， 那怎么样建立虚拟环境呢？首先呢，那个你要打开 Miniconda， 就是 Anaconda 或 Miniconda 的 PowerShell。那如果你是那个Windows 的版本的话，你就按那个 Windows 的那个Windows 那个符号，然后你就会看到在 A 那边 Anaconda 那边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东西。那你去按这个叫做 Anaconda PowerShell Prompt， 就是我用红色箭头指的这个地方。OK。那个你按下去之后呢，它会执行，它跑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那个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一个黑黑的这个视窗。那我不知道各位就是与会者有几个人看过这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视窗哦，因为有些那种比较像我的学生，他们大概从来不会去，就是除非他上我的课了，不然从来不会去打开这个类似 DOS 模式的东西哦。不过其实以前我在念大学的时候，电脑打开其实就是长这样子。根本就没有 Windows 这回事 ，OK， 所以你打开，你就会看到这个这样子一个黑黑的视窗。那这个黑黑的视窗，它上面有写 Anaconda PowerShell Prompt， 然后前面有个 base 的话，表示说这是你的基础环境。那后面这个是你安装 Anaconda 的那个路径哦。那像我是安装在 users 点 administration 下面，它所以它是 admin。那很多其他的同学或是其他老师，有可能这个 admin 是你的名字，你的英文名字 ，OK， 所以这是很可能的。好，那打开之后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要建立虚拟环境哦。那你就在这里建入这些字眼哦，你就建入 conda， 然后空一格，然后 create， 然后再空一格。那这里有两条横线哦，这里有两条横线，然后这是 name， 然后后面这个 your environment name 这一个的话是你的虚拟环境的名字，你请你不要打这个名字，就是你就取一个你想要的名字，比如说你假设你要做自然语言处理，你就取名叫 NLP 什么的，这就反正取一个你喜欢的名字。那你当然你这个名字不要取得太就是到时候你不知道这个环境到底要干嘛，这样听起来很奇怪，所以你就取一个那个可以代表你这个任务的那个环境的名字。那这个名字就是这个名字就是你想怎么取就怎么取 ，OK。那其实像我自己的话，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 ，OK 好，那这是我那个像我自己的话，我这次虚拟环境名叫 Python and NLP Tool。我这是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最前面那个刮弧里面，它里面写的 Python and NLP tool。那个因为它通常是小写的时候看不太出来，它其实是 Python and NLP tool。那这是我一门课的名字，就下学期我就要开课的名字。那我这样我的虚拟环境取叫这个名字，我就知道说哦，我上课要用的那些环境通在这里。OK， 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名字就是有意义这样子。OK， 好，那你做了之后，然后这个是你的环境的名字，然后空一格，然后按后面写 Python 等于 3.9。那后面这个的话就是你这个环境你要安装哪一个版本的 Python。 那现在最新的版本 Python 是 3.10 我记得，那不过我目前为止都还在使用 3.9 就是了。好，那你建好这个字，建好这个就是你打完这些字之后你按 Enter， 那你按 Enter 之后呢，你按 Enter 之后呢就会发现那个你按 Enter 之后就会发现它会开始跑，然后它会跟你说有一位说没有看到 PowerShell，有位陈怡珍老师，他说应该下载 Miniconda。那其实 Miniconda 跟 Anaconda 的差别是 Miniconda 比较小，所以如果像我在上课的时候，我都会请同学先下载 Miniconda， 这样子下载比较快了。那其实后面是一样。那你说你没有看到 PowerShell 啊？这样子啊，那个陈怡珍老师，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荧幕啊，我把我的那个分享关掉，你分享一下荧幕，让我看一下你的那个讯息好不好？哦，那个我看一下哦。哦，不是那边啦，那个现在分享荧幕是陈怡珍老师吗 ？OK， 不是那边，那个你关掉我做一次给我做一次给大家看到、哦、那个经理那个关掉你的分享荧幕好吗 ？OK， 好，那换我。
OK， 我讲的是这里哦，就是你按，抱歉，我得把那个笔电稍微调一下。你按左，大家我想看 ，OK， 大家按左下角这个开始啊，大有没有看到那个按了开始之后它打开了？然后呢，这里有个 Anacon 打，有没有看到？按下去，那里面有个 PowerShell prompt， 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好，那那个刚刚那个什么OK， 我没有 share 吗？我的 screen 吗？有吧？可是我自己在另外一个笔电上有看到耶。对，好，那那个那个等一下，那个胡佳音老师哦，这名字看起来好像是我同学哦。那个胡坚老师你打错字，就是你漏了，就是你是 con 打 create， 然后两个斜线后面应该要两不是斜线，两个 hyphen 后面有个 name， 然后才是你的那个才是你的那个环境的名字。那你的环境我建议不要空格，我不知道空格可不可以，我没试过，不知道把它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应该叫 Erica， 然后连在一起 NLP 这样子。OK， 好，然后那个刚刚那个 Cynthia， 你打那个，其实你是 create 打错，你少个一啊，你没看到吗 ？con 打 create c r e a t e， 那个请问 Cynthia 有没有听到？请问 Cynthia 有没有听到？哦，有 OK， 那要再就大家都试一试哦，因为如果你在这边漏掉，就是你落后了，然后就没有成功，我们等一下讲对你来讲就是天书，因为你就打不开那些档案什么的。OK， 好，那个我先回到我的这个虚拟环境图。OK， 好，那有没有成功？那个 SY 层。你没有找到什么？老师，他是要先安装吗？要，你要先去那个 Minicon 打下载安装完之后，才会看到那个，才会在这个 Window 的这个开始这边看到、哦。所以我如果没有先安装，大家就不会在。没有先安装找不到，那是正常的。哦、OK， 那我就只能先看大家上课了，因为我没有先安装它。那您可以先，您要不要立刻安装？需要点时间啊，所以我可能没办法等。啊、不过您可以就是立刻安装这样子。立刻找一下版本。你就在 Google 上搜，你就在那个网页上搜寻那个 Minicon 打 install 这样子，它就会你就看到了、Minicon da， 然后 install 就会看到那个网页了。Minic。老师请说一下 MICI。老师是 MICI、哎那个。老师你看一下，我打在那个就是聊天那里了，有没有看到？啊好。你可以去搜寻它，然后就下载它就是了。好，我先下载它好了。OK， 好。那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请说。就是我到刚才的规定。都进去那个什么，我看一下啊，这句话叫做 PowerShell， 那个按进去，可是它出现的画面是 C 冒号 users， 然后再斜线 user， 而不是所说的那个 admin 对不对？对对对，那没有关系啊，那是因为只是你的名字取得跟我不一样而已啊。OK， 好，就是你说是这里这个 admin 对不对？对对对对 对， 对，那没有关系，那个无妨，你就。那个只是你取的名字跟我不一样而已。哦，对啊，我就直接按进去，它就出现在 user 里面，就这样。对 ，OK， 好。那那个刚刚那个不会，那江环基是不是这样念？你这没有错，你就按 yes， 然后它就会安装了。OK， 那个邱明丽老师，你我要念有点麻烦，你要不要看那个我们这里这个就是这一行，就是要打就是这一行。我实际上哦，我有把我的这个讲义转成 PDF 档，也是给总办的，或是你要去下载那个 PDF 档，然后 copy 它到你的荧幕上去也可以。那张桂和老师，你要不要我把我的荧幕关掉，那你分享给我看好不好？张桂和老师，我把我的那个分享关掉，然后你分享你的荧幕给我看，这样子我才知道出了什么事。哦，江 OK 好，那个江继文老师没有问题哦。
那个张桂娥老师，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荧幕？OK， 那个张老师哦，那个现在情况是这样，就是抗打空一格 create 空一格，然后那个两个 hyphen 跟 name 之间没有空格。你现在打 name， 然后空一格，然后后面是你的环境名字。对，然后那个Python 不是减了 ，Python 等于 3.9。那 Enter。OK， 你看到这个就表示他在找那个要下载档案了。对，那按 Yes 就可以了。就让安装就是。OK， 好，那那个那个还有哪一位？廖老师。廖老师，你可以放那个张桂老师，可不可以帮你把荧幕分享关掉？那廖老师，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荧幕吗？这样我看一看你做什么事情。OK， 我把那个刚刚的建立虚拟环境那个打在那个就是。打在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聊天里面，请大家下载。那哦 ，OK， 好，谢谢那个陈老师。那刚刚那个廖老师，廖芳宇老师是吗？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荧幕，让我看一下你出了什么事？OK， 好，那如果那个没有人要再分享荧幕的话，那我就往下喽。哎、欸，对对，你打的那个抗打那个之后，他会问你 yes 或 no， 你就按 yes 就可以，他就会帮你装了。那你要上网就是了。OK， 好，那如果没有大家没有要那个分享你的荧幕。那个王桂兰老师，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荧幕吗？我可以帮你看，没问题。我就不知道怎么下载那个王桂兰老师，王桂兰老师，你等一下，我分享我，你是说你不知道怎么下载那个 MiniCon 是不是？要下载这个 MiniCon 的那个程式。OK， 那我分享我做给你看。进去啦，然后来这个地方。好，那那个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在那个有没有看到我的那个网页？有没有看到我就搜寻 install mini count， 有没有看到？那它会下载在哪里 ？User， 你安装啊？要安装电脑。OK， 然后这里有个 mini count documentation， 按下去，然后它就会这里就有 install 啊，那就选那个 Windows MiniCon 打三 Windows 64就可以了。OK， 可以吗？有没有看到？我 OK， 那那个胡嘉英老师，你可以我把我的荧幕分享关掉，你可以让我看一下你的那个出了什么事情吗？分享你荧幕好吗？这是一个。语文动词的那个系统，因为现在上这个课但没有安装的时候，王老师，如果你在，就是可以把麦克风先关掉吗？那接下来要找一个，让他下载一下下，等一下不是要，我们在这里后面。哦哦 ，OK， 那个那个胡嘉英老师哦，你的情况是这样，就是你应该是抗打空一格。create 空一格，然后两个 hyphen， 后面是 name，n a m e， 你对我念你打好了，然后 create， 然后两个 hyphen，name，n a m e， 然后后面是你环境的名字，我建议你的环境名字不要有空格，你就写就打 Erica 好了，或叫 NLP 也可以的，都可以。然后空一格，对，空一格。然后 Python 等于 3.9， 然后按 Enter。
哦，不见了。OK， 好，那那个哦 ，OK， 那你按这里就表示成功，你就按 Yes， 它就会帮你安装了。OK， 然后还有刚刚是那个我看看，刚刚那个邱学景老师，你可不可以也分享一下你的萤幕好吗？那我看一下出了什么事。然后等一下那个李佑植老师在。那个邱明丽老师 ，Your name 不是赵达，那是你的环境的名字，你自己取一个就是了。那个胡老师不客气哦。那个吴树平老师，那个不是 I7 不会有错误啦，只是它会比较慢而已，跑得比较慢。OK， 好，那个现在是谁的荧幕啊？我看到我自己。哎，可是那个。老师，不好意思打一下，因为我安装的过程中出现错误的状况。那个我们排队好不好？等一下分享你的萤幕。OK， 好，那现在分享萤幕的是哪一位？不好意思，这样听得清楚吗？可以，可是萤幕上有一个人，我先回答他的问题好吗 ？OK， 好，那个萤幕上现在分享，对，就是这个萤幕上这个地方。是，现在应该是我的分享。那我这边好像都一直有错误。OK， 那个实际上哦，老师您的那个您是邱老师是不是？是。你的那 create 跟两个 hyphen 之间要空一格啦。哦，这里要空格，好的，不好意思，细节都没有注意到。不，要不你就照打，然后成功了之后我们再换下一个，不然我们这样等一下再回来，你就打抗打。我跟他用复制的。不需要 copy 的，你按上面的箭头，它就出现了。然后移把键那个滑鼠可能不行，要用箭头键把它移过去。滑鼠不行，要用箭头键。对，然后你对，那要空格。对，那 OK 好，那移到后面去，然后按 Enter。Name 不行 ，Name 那个 Name 跟那个 Hyphen 不能控 ，Name 跟 Hyphen 不能控。OK 好，那你按 Enter。你要把你的OK 那这样就可以了。好，谢谢， okay， 非常感谢。不会，那我们看看，刚刚是不好意思哦，我们一个一个来。那个刚刚是李佑植老师哦，那个你的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萤幕？我的那个状况解决了，我刚刚 follow 您跟邱老师的讨论，我解决问题了，谢谢。好，没有问题。好，那个这个江，他这边写什么？OK， 那个刚刚那个江老师，你问题是什么？哦，对，就按 Yes 啦。那个江环静老师，你就按 Yes， 他就帮你安装了。不好意思，他因为他一直在重复跳出这些东西，我们已经重新下载两次了。那个那这样子好不好？你分享你的荧幕，然后执行一次给我看，因为这样子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可以吗？好的，稍等一下。好。在哪里？他已经重复跳出这些东西好几次了。现在你知道 OK， 那个现在分享荧幕这位老师，您是江老师。OK， 好，那我念你打一次好不好？你打抗打。等一下。OK， 那个江老师，你的那个两个 hyphen 后面少了 name 啊。那个我要打在那个会议聊天那边。聊天里面啊，你去聊天里面 copy 那个。对对，我有打上去了。在这里，不是那个江老师，你按那个箭头键，我上面的键，按箭头键上键，键盘不是滑鼠，是箭头键按上键。OK， 然后你用左边的那个箭头键左边挪过去，挪到你现在 TIFF 那边。OK，
现在是谁在分享荧幕啊？现在不是我们在分享荧幕，刚才的不是我们。那现在这个又是哪一位？ TIFF 吗？请问上面看到是 TIFF？ 那个很抱歉，我现在看到荧幕是另外一位的，所以，这个写 my 就是你是 users my PC 这位，你先把你的分享荧幕关掉吗？好的。然后那个刚江老师，你可以再分享一下你的荧幕吗？刚才就是我的。刚是你的、啊。对。那你再分享一次好不好？抱歉，我以为那个是谁嘞？对不起 ，TIFF 是我。所以你已经看因为他这样写说都已经灌好了，所以我们就进入下一个吧。哦，我这样是 OK 的。因为它上面写说 all requested package already installed， 这表示已经灌了、啊。好的，谢谢，不好意思。Okay, 好，不会，好。那个老师，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我是不是进入到系统？请。好，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荧幕吗？请。好，我是南华的郑老师，我可以先分享一下我的荧幕吗？是，没问题，请分享嘿。老师，我这边好像没有授权可以分享呢。可以啊，就是它有一个箭头嘛，就是那个你的 Team 上面有个箭头啊，就是开启分享键。然后，老师，我的是这样，现在这个是我的荧幕。老师，我没有看到哦。哎，这样子啊，可是他分享夹的部分已经分享夹，你要去。它打开之后，下面会有个桌面视窗，你要去按它呀。按了之后，它会我按了，我刚按了按了。然后按了之后会有另外一个视窗，它问你要是单一视窗还是？可是它是为我盯选，或者是调整成画面？我不知道，因为我这个 team 不是很熟悉。不过，因为我也不是很熟悉，因为分享好像我直接按了那个，它应该分享，但是好像老师们现在没看到嘛。啊，我这边好像只是出现。就是开启分享夹，对啊，然后那在我罗列的我自己的这个里面应该你要去选那个黑黑的那个 PowerShell 啊。OK， 好，所以 NHU 是老师你的吗？郑老师，你的麦克风好像关掉喽。好，这样说，请说啊。你就打，就在这边打抗，打刚那些那一串字啊。那一串字刚刚有在聊天，你可以去聊天那边去 copy 它。抗打。哦，就是陈生任老师那一段吗？抗打 create 什么 name 啊 ？create 还有 name 啊什么的。好，我就把它先扣过来好了。他要用打的，不能抠过来是吧，老师？可以啊，你按右键有个 copy 吧？对，我有 copy 他。滑鼠右键啊。但他好像没有要给我 copy 的意思，没有。那是因为你开的这个 prompt 不对，不过他也可以，就是，不然你就打吧，赶快打吧。好。老师，那中间那个是点点两个吗？还是横杠？不是点点，是它是合在一起的，它是两个 hyphen， 然后要空一个哦。啊，两个 hyphen 之间还要空一个？不是，你现在要空一个。哦 ，create 后面要空一个。at 空一个，然后 hyphen 两个 hyphen， hyphen 连个两个。对，然后连着 name。好 ，name 我们打自己的吗？不是，那个 name 是一个命令，不能打自己的。哦，这样的，它是命令啊。对，那上面下后面的那个，后面那个才是你的名字，才是你的那个环境的名字。好，然后后面是派空一个，那也是空一个。然后是 Python 等于3.9 PY。哎，他这边打成 PH。
那老师那个跟错了。P Y P Y T H O N。哦，好 ，P I P H O N。然后等于3.9是都一样嘛，哈。嗯。不用空格啊。不用。好的。那我就给他 Enter 吗？对。好。所以老师现在这样就是现在的进度了吗？对，但是对，现在等一下他会出现一行字，就按 Yes， 他就会安装了。哦。OK， 你按 Yes 吧，那他就帮你安装了。OK， 那好像还有蛮多人在举手的，我看看还有谁。老师，我打全文还是 Y 就行？不用打 Y 就可以了。啊 ，Enter 就可以。对。Okay. 好，那那个郑老师麻烦你结束你的分享好吗？好，所以我这样子就安装成功了是吗？没有，他等一下会跟你讲安装成功，他现在正在安装中。哦，所以那我就先关闭。你就等他就是了，对。好。那个范老师，你有举手，请问有什么问题吗？范玉林老师。OK， 好，那范老师没有说话，那那个郑老师，你可以结束你的那个分享萤幕吗？我给他停止就行了， okay, 是吧？对。Okay, 好的。吴树平老师呢？你举手了。吴树平老师，你要说话吗？喂，听到吗？请说。有听到，请说。是，就我这边会出现一排红色的提示字。那个你可以分享一下荧幕啊，我用看的，这样可能会比较快一点，好不好？好。哦，好，范老师没问题。OK， 那那个，Hello， 刚刚那位老师，你的分享萤幕呢？有看到吗？我看到了。OK， 我看到了。Contact name， 无法联系到 comment。Contact name。就他前面连base 的环境都没有出现。看到包修孔，应该没有错啊。你是怎么打那个吴老师，你是怎么样子打开这个视窗的？你这是那个什么那个麦那个什么苹果的系统吗？不是，这是 Windows 的 Windows。那你是怎么打开这一个的、啊？就是在所有程式，然后。到那个 mini， 你可以把这个视窗关掉，然后把你刚刚说的那个再做一次给我看吗？到那个 Anaconda 3 64 bit 那个资料夹嘛，然后 你可以做一次给我看吗？好不好？先把你这个关掉，然后做一次给我看。你桌面要怎么？你要是要分享萤幕啊，然后就是选那个什么，分享萤幕有那个整个萤幕嘛，然后你只要移到那个萤幕，它就会那个分享那个萤幕啦、啊。是这个吗？对，哇靠！所有程式嘛，然后到这个 Anaconda 3 64、uh-huh. 然后第一个不是上面那个，对对对，按下去我看一下，按下去就是刚刚这个视窗啦、啊、但是它没有出现那个 base 的视窗。那个吴老师，因为你这个电脑你的那个 Windows 有点旧，你可能你要不要试试看32 bit 的，你这是64还是32？我这是 Windows 7 64 bit 的。欸、那我就不知道了、欸、我没有用过这样子系统耶、哦、所以是因为7太旧的关系哈，看起来是因为那个我这个至少我用的时候忘记，就是反正不是 Win7， 我没试过，如果是看这样子应该是跟 Win7 有关系吧。啊、哦、yeah. OK，
对，好，那很抱歉这样子我就没办法帮你了，因为实际上我并没有这么厉害这样子。对啊，不好意思。那那个赖老师，你需要问问题吗？赖启如老师。好，那赖老师没有说话，那何佩华老师呢？哎，何老师，你要说话吗？何佩华老师，有，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我听到。那那个刚刚那位用 Win 7的那位老师，可不可以把你的分享萤幕关掉，好不好？这样子别人可以分享。好，不好意思。那个 okay, 好，何老师，请说。好，因为我进来比较晚了，你们现在是不是在讨论说，是不是有这成功的把那个 Python 的那个软体装上去，是吗？哎，对。那因为我下载的这个是 Python 3.9，然后64 bit，所以我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我看到其他老师好像上传就是下载的好像是 Minicoda 的东西，所以我是不是要重新下载？那我去对开这个，我开这个 icon， 你要去看一下那个总办怎么说，因为这总办的说明，因为那个如果你下载的那个 Python 3.9 其实也可以啦，可是问题是它的操作比较复杂，而且我们的讲义是写在那个 Jupyter Notebook 上面的，所以你这样会没办法看，所以你得去那个下载那个 Minicoda。那所以我要怎么下载？因为我刚刚有输入了 Minicoda 的那个进去，我没有办法直接找到，很快可以下载。我们这样子，我 OK 好了，那个我之前是去直接下载 Python 3.9，所以显然是不对。好，那个何老师你注意看了，我现在在一个，我在那个 Microsoft Edge 上，你就打 install Minicoda， 然后它就会出现搜寻的结果，然后就按下去，它就会。Okay. 那你就看你是哪一个，你要看你要下载哪一个，你的 OS 是什么。所以我要去搜寻 install Minicoda 吗？对啊，不然要怎么办呢？好 ，OK。那个这是 Mac， 这是 Windows， 所以你去下载 Windows 的就是了。对，我知道。等一下哈。OK， 好，那那个蔡老师，蔡素妙老师，您的问题是什么？我可以开荧幕看，我多一次出现红字错误。那你分享一下荧幕好吗？好。这样看得到吗？可以啊，我看一下哦。好。啊，那个蔡老师啊，你的两个 hyphen 后面是 name 啊，不是你的 TIFF， 是 name 这个字。哦。所以是要打 name？ 不是那边，是 conda create 空一格，两个 hyphen name 空一格 TIFF Python， 而且 Python 也没有 S 啦。你所有的字都打错，当然就是出现错误讯息嘛。所以你是说在那个 create 后面那个要先有一个 name 才打 tip 是不是？那个我再打一次在聊天，我再打一次在聊天中面那个聊天室看那个老师有打在那。所以老师要打在哪里？老师可以聊天室看一下那个阳明交大的陈老师，他好像有打文字在那边，但我又打了一个。又打一个了。蔡老师，你去 copy 一下，然后把它贴到你的荧幕上。对，好，谢谢。在聊天室里面是吗？对。好，谢谢。OK， 好，那个麻烦就停止分享荧幕好吗？我继续好了哈。OK， 好，那个。蔡老师，麻烦你停止分享荧幕好吗？好，是的。我找一下哈，停止分享荧幕。等一下，怎么停止分享荧幕？对不起，一下找不到要在哪里停止分享。打叉那个就是。这样我停止了吗？有嘿。好，谢谢。老师，请问一下。Okay, 请说。那个我搜寻以后，我看到一个 installing on Windows， 然后它是那个 conda 4.10.3 是这个吗？
其实哪一个都可以啦，就是他有啊，对，那个麻烦那个刚才老师你分享一幕好不好？那个刚刚是何老师在问吗？哎，对，是我。来分享一下萤火吗？要怎么分享？抱歉，从来没有用过。OK， 你的那个，有它这个下面有一排那个 ，OK， 我分享给你看。你说的下面是哪里的下面？是我的萤火下面？你看到我的分享萤火了吗？这里。这里有一个那个你看到的话应该是这里有个箭头啦，你按下去之后它会有个分享箭头。我现在按下去它会停止分享。那你就去按那个箭头，然后它是按下去之后它会有一个那个什么分享所有的萤幕，那你就去选它。有吗？可以吗？分享萤幕的会议的话是吗？很抱歉，我看不到您的萤幕，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您的问题耶。因为不知道怎么分享，所以你当然看不到我的萤幕。你对，那我看不到萤幕，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问题啊。那个何老师在哪里？何老师，您现在必须再回到刚刚的会议室，会议室里面才有下面，下面那里有一排工具，有麦克风，麦克风旁边有一个箭头，框框箭头。您回到那个会议室了吗？然后您看到麦克风旁边有一个框框往上的箭头吗？有一个向上的箭头吗？对，你就打开它。那它是不是会出现两个选项？它会有很多视窗。那您就挑一个您现在在使用的要下载的那个视窗点下去。是光，你那个箭头， 对它下面就有好多的选那个我要分享的 ，OK。对，就是您现在选的这个，对，您现在所在的应该是你要下载的那个萤幕，对，那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下载哪一个？所以你们现在已经看到我。你要点了我们才会看到，就比如说你在那个 Google 里面搜寻，对吧？对。那你那个网页正在搜寻，或你已经出现那个城市的那个网页，那您就点它，那它就会跑出来给我们大家看到。我知道，我刚才应该有点，整个页面是红色的框在外面，可是你们还是看不到，是不是？你如果点了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个箭头，下面就会有好多个你桌上现在有的。对，我知道。对，现在那个符号已经向下了，如果你点了它就会向下。对，差了，所以是什么？再一次看看。好，OK， 那个我们这样花太多时间，我怕那个下面东西会讲不完了，所以那个何老师你就试试看吧，好不好？那如果真的不行，我们看要怎么样再麻烦，好不好？那那个我现在分享了我的那个Typora， OK， 大家看到吗？大家看到我的那个 Typora 吗？没有，我没有看到。那这麻烦何老师你结束你的分享好吗？我们等一下再来。我要把上面那个叉叉打叉。要把这个就是哦，我现在那个回复向上的。OK， 好，那个。我回到我这边了，谢谢那个何老师关掉。OK， 那这个，那个再接下去的话，如果你已经建好的话，那我们要启动那虚拟环境哦，那你就用 com 打。吴老师不好意思，可以麻烦开麦克风吗？
OK， 好好，很抱歉，那这样可以听到吗？可以。好，谢谢。那那个我们接下来就是你已经建好之后呢，那你就去启动你的虚拟环境哦。那启动指令是抗打空一格 create， 然后后面空一格，然后后面这是你的虚拟环境的名称。那你如果你就是你知道那个程式这种东西就是有没有空格啊，能不能空格那是很重要的，所以不要把它当成我们在打字哦，空格好像视为无物哦，这样子你的程式会写错。那那个你所以那个如果你不就是不是很确定的话，你去 copy 我们那个讲义上面的那个就是我们那个总办的那个网页上它有个 PDF 档，那你把它 copy 过去之后，只要把我这边这个 Python NLP2 这个换成你的名字，比如说刚有位老师是 TIFF 啦，那好像有一位是好像是不是胡佳音老师是 Erica NLP 什么的 OK， 反正这个 count activate 后面是你的那个名字，那你按了 Enter 之后，你会发现你的那个前面这个 base 它就会前面那个 base 它就会变成是count NLP 了。OK， 好，那大家试试看，这个应该这个步骤你只要前面做对了，刚刚建立虚拟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问你说 yes or no， 那你按 yes 之后，这个动作应该没有什么可以出错的。OK， 好，那大家做了吗？老师是要打那个 Python 什么什么 LP2 那个那个字，还是说自己的？不是，那是你的那个 Python and NLP2， 那是你的，那是我的环境啊，所以你必须要打你自己环境的名字。哦，自己刚才设的 name 的名字嘛，哈、哦。对，你自己设的虚拟环境。OK， 好，那如果好的话，你就在这个，就是在这里哦，你可以看到我的游标吗？就在这里，这个有就是在这个就是在这个我的 admin 后面有个大鱼嘛，对不对？它后面是可以打字，那你就把下面这几个打进去了。第一个是要安装一个叫 Jupyter Notebook， 这是一个整合型的那个写 Python 的那个环境，而且我讲义也写在里面了，所以你必须要先安装它。所以你就把我，你可以把这个讲义就是这一行字哦，就把这一行字把它给那个 copy 起来，就把第一行的 count install Jupyter Notebook copy 起来，然后 copy 就把它给 copy， 或是你干脆把它打在你的 C users admin 后面，那你按 enter， 那按 enter 之后，这个也是需要一点时间，因为它需要去找了，它需要去找，所以那个你就让它找一下。那它一样，如果你它要找到的话，它找到的话，它就会跟刚刚一样，就是会产生它跟你讲说我要安装下面这些东西，要列出一大堆程式，你也不用去看的，你就按 yes， 然后让它去装就好了。OK， 之前有装 Anaconda 的，已经有 Jupyter， 还要做这个动作吗？那个现在情况是这样子啊，如果你装的是 Anaconda 完整版的话，你可以不要这样做啊。不过，如果你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你也不用建虚拟环境嘛，对不对？是是是。OK， 好，那那个如果你是安装 Anaconda 的话，那你安装完之后呢，第二个就是这个，你要把这个这一整个这个很长哦，有点拗口，就把第二个这 Conda install。minus c anaconda， 然后 sidekit hyphen learn 这一整行第二行 copy， 然后也是一样，就是安装一下。那下面那两个我本来下面那个 pandas 跟 numpy 我本来会以为用到，但是后来我发现没用到，所以你可以暂时不装。嗯嗯，对，好，那大家试一下，就是安装一下，然后那个我讲一下这两个干嘛。那我说这个 Jupyter Notebook 是一个整合 Python 的直译，整合 Python 直译器跟纯文字编辑器的一个整合环境哦。那它很特别，是讲义可以打在里面。那他上课跟演讲很方便了，我上课也是这样用。那如果有去外面讲课，像今天我也会用它。那你用这个 Jupyter Notebook 写的档案，它的副档名是点 ipynb 有很长一串。那其实它是一个那个纯文字格式，纯文字档，不过它是一个叫 JSON 格式的，那不知道那是什么也没关系啦。那不过它有个缺点，缺点是如果你程式要处理的资料很大的话比较慢。不过因为那个我们学术界在使用的时候是不太在意这个很慢，那就让它慢慢跑好了。那这个 scikit-learn 它缩写叫 sklearn， 它其实有很多很多实用的那个机器学习模型，比如说像这个帮你做那个测试集跟训练集的拆解啦，然后还有这个可以做那个bag of words 啊，做那个磁带啦，可以帮你做 TF-IDF， 还有很多很多啦，不是只有这些而已。那我们今天会用到它，因为我们要用这个就是这个简单背式分类器哦来做那个分类。OK， 那所以大家安装 Jupyter Notebook 跟 scklearn 有没有问题？老师，我确认一下，就是我现在有完整版了，所以其实不用虚拟环境 ，Scikit-learn 装了，然后等一下把那个 notebook 打开，
要跟着你执行，这样对不对？对对对，你只要确定它有 Jupyter Notebook 有那个Scikit-learn 这样就可以了。好，好，好，谢谢。OK， 好，那那个胡建老师说 Jupyter Notebook 还在安装中，那我们停一下好了，讲就是跑太快，我怕会乱掉，所以我们停一下。啊，那刚那个黄淑萍老师哦，不需要四行都执行啊，目前为止我们只要执行第一行跟第二行就好了。那个黄琼玉老师哦，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我也搞不太清楚那个 Anaconda 的那个 install 到底是怎么样哦。不过那个实际上是这样子啊，就是实际上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想要安装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比如说你想要安装Scikit-learn。加上 Anaconda， 对，你想在 Anaconda 上，你想要在 Anaconda 上那个装什么东西，你就问他，就说 install 那个程式，然后那个 Anaconda， 然后他就会跑出这个视窗，然后这个视窗他会告诉你说怎么装，就在这里。那至于有 C 没有 C 的差别是什么，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很抱歉，那个这有太多太多东西在里面了，没有把所有东西都搞很清楚，那你只要 copy 这一行去，它就会帮你安装了。好，那个胡建元老师，那个有时候他那个99%可能会就是可能会需要等一下，可能是网络的关系或是什么的，所以就等他一下吧。对，那个黄淑萍老师，对 ，Pandas 跟 NumPy 可以先不用装，没有关系。邱老师，你那个是 SCIMITAR， 那是什么？那是什么？OK， 好。有没有那个哪位来宾已经装好了？我是刚刚的那个吴淑萍老师。您说您是哪位吴老师？是，请说，请说。就是刚刚出现一大堆红字，没办法正常安装 Win7 版的那个。OK， 然后呢？目前的话，我降级去装的上一个版本3.75的版本是可以正常安装。你是说 Anaconda 呀？对。哦，好，那这样很好，因为我不太清楚这些，就是那个 OS 跟 Anaconda 之间的那个，就是版本的冲突的问题，所以呀，可以安装很好，谢谢。对，就您刚讲的那个，跟那个也都可以正常安装，是降级到3.5版的就可以。OK， 好。那个廖老师，你这个讯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子回复你哦。不过你把存成3.9好不好？我们暂时因为版本冲突问题很难解决哦，所以你就是把那个你江老师你可以打这个啦，就是你打这个哦，他会帮你把你的 Python 降成3.9。OK， 好，那我们那个。江老师说好了 ，OK， 好，那其他老师呢？可以吗？我可以继续往下的吗？我们都还没有进入那个主题呢。OK， 好，那个 Jupyter Notebook 它有个缺点呐、啊，我现在分享了我的荧幕哦 ，Jupyter Notebook 它有个小缺点，那这个缺点就是哦，如果你直接从这个 Windows 这边呢、啊，那你看这边有好几个 Jupyter， 你看我有这么多的环境，这么多个 Jupyter Notebook， 你这边敲一个啊，比如说我敲这个。Python NLP2 这个好了，就是我的网络那是 PY 这个，我如果敲这个的话，我如果敲这个 Python NLP2 这个 Jupyter， 它会打开啦，它会打开。可是它打开之后，它的路径哦，就是它开启的那个档案的路径是在你灌 Anaconda 的地方。
那 Jupyter Notebook 没有办法改变目录哦，那有点烦。所以那个你在用 Anaconda 的时候要像我这样做，就是那个你应该做的事情是，比如说你把程式存在别的地方，比如说我都存在我的 F 里面，然后我的档案是 Python on practice 啊。OK， 那你要怎么做呢？简单讲就是你打开你已经进入你的虚拟环境了，对不对？然后到你的磁碟槽去，这个 F 是磁碟槽。那你的磁碟槽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你如果不知道你的磁碟槽是什么，那你得打开你的那个档案总管去看一下你的资料。那有些人可能会存在硬碟里面的 D， 有些人可能是 E， 有些人可能是 F， 我不知道。那我是在 F， 那按 F 冒号按 Enter， 那按 Enter 之后它就会到 F 去了。那个你用 CD 哦，就是 CD 是那个 Change Directory 的意思哦。你用 CD， 然后那是你的目录的名称。你看我这是 Surface 各式演讲2021数位人文演讲，那这是一个目录的名称。那这 Surface 是一个 Surface 是一个目录，各式演讲是一个目录，2021数位人文演讲是一个目录。然后进去之后呢，我在这个地方按 Enter， 那我就会进到这里，我就会进前面就会变成是 F 这什么什么什么，那后面我在后面打 Jupyter Notebook，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正式进入我们演讲了。那我要说的就是这里，就是你首先呢你必须要知道你把你那个总办，就是我给总办的那个 IPYNB 档，你是存在哪一个目录下面。那我没办法判断哦，因为你真的是你存的，然后它到底存在哪个磁碟槽你要自己去处理，就是你要到你在这一个地方哦，你已经进入你的虚拟环境了，然后你必须要到你的那个，你必须要到你存那个，就是那个 IPYNB， 那个 IPYNB 的档案的名字叫做，看哦。OK， 好，它叫做2021 NOV Digital Humanities Workshop.ipynb， 这就是今天要上课用的讲义。那你必须要到这一个你存这个讲义的啊，那这因为这个讲义里面有些图档哦，这讲义里面有些图档。对，所以那个你必须要把图这两个图档跟这个讲义放这个档放在一起。那你必须要就是你可以发现就是我现在已经因为这个字很长哦，我觉得很难弄，所以我已经先把它打好放在这边了。所以你必须要到你储存档讲义的那个地方。OK， 好，目前为止有没有问题？有那个有蔡老师举手是不是？那个蔡老师。对不起，误按了。哦 ，OK， 好，那个吴树平老师你也举手了。抱歉，刚刚那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好，没有问题。OK， 好，谢谢。好，那目前有没有进到你的那个目录去啊？哦，那个刘承贤老师哦，他有介绍怎么样子从里面按 upload 这样子。OK， 呀、yeah ，好。好，那个我现在打开我的 Jupyter Notebook， 那你不要打错，那个是 PY 哦，不是 PI 哦，不是那个土星啊，或是海神那个 Jupyter， 不是那个字哦，那你就在这边打 Jupyter Notebook， 然后按 Enter， 然后它就会打开。如果你是第一次做的话，它会问你说你要用哪一个浏览器啊？那因为我常在用，所以我都用那个就是 Chrome， 那就打开了。那打开之后呢，你会看到这个，就是它里面有，它就会是，它会把你那个目录下面所有的档案都列出来，它会帮你把这个目录下面所有档案都列出来，那你就去敲这个 IPYNB， 就是那个滑鼠点它，那就敲它一下，然后它就打开了。好 ，OK， 好，那这是你看到我讲义。然后有程式这样的，那这样上课还蛮方便的。OK， 好，那个目前为止大家的进度还可以吗？OK， 好，那个如果还。
对，好，那这个你那个邱老师哦，你要先到你的目录去才能打 Jupyter Notebook， 你要先到你的那个存你的档案的目录，就它不见得是 F 哦，我是存在 F 啦，但是那个我不知道你存在哪里哦，所以这个你得自己确定一下。OK， 好，那那个我们就讲一点吧，不然真的是进度严重落后。OK， 那我在这里要讲一下 Python 本体哦，然后这些本体那个，我想今天大概只能够做比较快一点的介绍，然后后面讲一下那个 regular expression， 然后再讲文件情感分析哦。OK， 那我们现在看的是变数，那那个在学 Python 的时候，一般人一开始都会先讲数字，简单数学运算跟变数。那这个变数的英文叫 variable， 它有点像是自然语言里面代名词哦。那它的作用就是指涉某个事物，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把某一个事物指派给这个变数，那这个变数变它的名字啊。那这个变数的话，它有在 Python 里面有些命名的规则，第一个是要有意义。那有意义哦，并不是 Python 本身的要求，就是如果你取那种没有意义的那个变数名称的话哦，那实际上 Python 也不会抗议啊，可是哦，看你程式的人会抗议，因为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哦。所以我们在取变数的名称的时候，通常会取一个有意义的名称哦。OK， 那这个最主要是因为方便多人共同开发，或是你自己日后再检视程式码。那这不是 Python 的语法规定，也就是说你违反不会怎么样。但是那个，如果你跟我一样有在上这门课的话，同学取个变数名称很奇怪哦，你就要看到头昏脑胀。那这下第二点哦，第二点这边下面这几个是 Python 的语法规则哦。第一个是以英文字母开始哦，不能用数字开始。变数绝对不能用数字开，它必须要用英文字母开始，也可以用中文字的变数名称可以用中文字啊，不过我很少这样做，因为你要在中文英文换来换去，用写成很烦，所以那个你从英文字母开始，然后它下面是那个变数名称哦，它只限英数底线及中文，就是说你可以有英文字之后可以有数字，那你可以有底线，那你可以有中文，不过很少用中文哦，因为要在中英文切换。那另外一点要注意的是，大小写要视为不同。也就是说你是小写的 ABC， 或是大写的 A， 小写的 B， 小写的 C 哦，或是大写的 A， 大写的 B， 小写的 C， 这是三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大小写视为不同，这要习惯哦，因为对我们而言好像大写小写其实同一件事情，不是。那还有一些因那个 Python 里面有一些那个保留的字源，就像这些字啊 ,print, open, if 啊 ,when 啊 ,while 啊 ,input, else, and all 这些东西。它是那个有 Python 里面要执行一些特别功能的哦，比如说 print 就是把东西印，把那个讯息印在萤幕上。那你千万不要把这些资源拿去指派，把你的那个值指派给这些那个保留资源哦，这样子你就会原来要执行的功能就无法执行。OK， 那那个就是在 Python 里面，我们不需要事先宣告要用哪些变数跟变数的类型哦，那只要在使用某个变数时候把那个值。那它这个值哦，不见得是 number， 不见得是数字，它可以是字串啊，可以是其他东西哦，那就指派给那个变数就好了。那为什么要使用变数？第一个是如果你这个值很长哦，比如说你这个值是像我们下面这么长一块，那你每次都要打这么长一段的东西，一来很烦，二来很容易打错，所以哦，你干脆把它指派给一个值，然后就到时候，而且连你把这个值指派给一个变数，那使用那个变数就好了。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有个函数，那个 function 它的。计算之后呢，你要传给其他函数使用的时候，你把它可以把那个计算，就是计算的结果指派给一个那个，指派给一个 variable， 指派给变数、哦。那这样子的话，那个你就不用每次都要去执行那个函数。那这两个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里有两个示范，就是 print this is a book， 那 that is a pen 点 split， 那这是意思说，这个点 split 的意思说，这是一个这你可以看到这里有，这是红色的字，前面有两个，前面跟后面各有一个那个引号。这在 Python 面代表说它是一个那个这在 Python 面代表说它是一个那个字串 string 字串。那在字串中间有空格、哦，那点 split 意思说我用空格当分隔界线把这个字串拆开，所以你看我就把它拆成 this is a book 这样的一个东西。OK， 那如果我们要去问说 i 哦，就是 i 这一个字元哦 ，i 这个字母在这个字串里面它的位置在哪，它的 index 是它的位置。
那它是3啊，它应该它会找第一个 i， 它不会找到第二个以后，它找第一个 i， 那它应该是我们看的是3，不过因为 Python 的 index 是从0开始哦，所以那个它是2，所以它会2这样子。OK， 好，那那个那可是这个其实有点烦，就是哦，哇，这个刚刚碰到了。OK， 那那个这个有点烦，是因为这个字串，其实我们这个字串还算少。如果你真的在做自然语言处理，那都是一整篇文章的，或是一整个语料库啊，那这个很长一个字串，不可能重复那个字串。所以我们会做的事情就是把它给指派给一个变数。那怎么指派变数？其实很简单，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有个等于？这是一个变数名称，这是一个变数名称。然后呢，这里会这是那个你要指派给它的值，那用等于就好。OK，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写 string one 等于 this is a book, there is a pen， 这表示说那个就是 string one 现在就代表是这个值了，就这一个字串。那你可以对它做 split， 你们看到它会得到我们再做一次好了。OK， 你可以看到就是它得到一模一样的结果，对不对？那刚刚的结果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一开始这个字串的时候我把 at 打到椅子那边去了。那你去问它说 i 的 index 是什么，它一样是给你打2。那这样子好处就是你就不需要一直重复打这个长长的字串了。那我们刚刚讲过就是这个值很长哦，这个字串很长，那你常常去打它，你要去 key in 这个字串的话，那会有一个问题是就很烦啊。不过很烦其实还不是重点的，重点是你常 key 又 key 错。OK， 那 key 错你的执行就出错，所以那个我们就不做，就是把它给指派给一个变数，然后就下面就用那个变数去做它的事情就好了。那如果你看这两个现在还不是很了解的话，我们本来预计是会讲这个东西叫做字串方法 string methods。那我们看看时间怎么样 ？OK， 我们来说，那或是挑几个重要说好了。那字串有一些规定，就是没有规定你可以用几个变数哦，你需要用几个就用几个，所以你只要有需要用变数就用变数。那而且你可以把旧的变数指派新的值哦。那从这个指派之后呢，你那个变数的名称就换了，比如说我这个 string one 是 this is book, that is pen， 可是我可以从这边哦，我在这里给它换一个值，变成I am a linguist， 然后我把这个 string one print 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它会是 I am a linguist。那你可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变呢？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因为我在这边指派给它新的值啦，那它当然就把新的值给印出来了。对，所以从我这边写的有点文绉绉，就是从这个指派之后呢，这个值就会把这个 string one 这个变数就会把旧的那个字串给就会把旧的字串给忘了，把然后就接受新的值。Okay， 好，那你可以用 del 去删除这个 variable 了，不过没有人规定要这样做，所以那个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 Python， 不是有时候你会常看到 Python A 等于 A 加 B 这种奇怪东西。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不太习惯，不过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我在等于这个符号，就在这个等于符号的右手边这个 A 表示是原来的值，就是你原来 A 有个值，那你把这个 A 原来值跟 B 相加之后呢，再把它指派给 A， 所以 A 就旧的值就忘了， A 现在 A 就会变成新的值。所以原则就是在等于的符号右边的那个变数呢是旧的值哦，在等于的符号左边这个变数是新的值，这样子。那所以你 Python 变数有几个要记得，就是第一个是变数只有指派值之后才存在，所以没有办法事先宣告变数哦。那这个对我们不太熟悉程式的人其实没什么意义，不过在像在 C 啊，我以前有学过 C++， 它需要先宣告变数哦，而且有那个就是你要宣告变数的形式类型哦，所以这个很麻烦的啊。Python 比较 flexible， 那个 Python 本身没有它的变数没有 type。它没有类型哦，只有数，就是它的值才有类型。像我们这个，我这边写是字串，因为你这样子，你用一个 quote 把它 quote 起来，这里面就是字串哦。那你指派给 string one，string one 就是字串，所以你并不需要先跟人家讲说 string one 这个 variable 是字串，然后你才能用，不需要。OK， 就直接指派给它值就好。那 Python 的那个，还有就是你要特别注意 Python 的那个。变数的名称大小写有别，大小写有别哦，哦，大写小写，打上去。
OK， 大小写。那如果你想要做笔记的话，你可以在这边用那个滑鼠左键敲两下，它就变成可以打字了。那你那个就是打完字之后，你按 Shift 加 按 Shift， 然后 Enter， 它就会变成有格式的。这个是一个叫做 Markdown 的那个格式，还蛮好用的。不过这个今天不错。那我们接下去，我们看几个简单的数学运算哦。那首先你要做加减乘除嘛，对，简单加减，所以这个加的话是加没有问题，所以三加四是七 ，OK。那这个减的话是减，那这个星号是乘，没有问题。那那个我想我不知道各位熟不熟悉啊，不过就是因为键盘上没有那个乘那个叉叉那个符号，所以他用这个乘。然后但是两个星号是什么呢？两个星号是次方，所以二的三次方就是二，两个星号三其实就是二的三次方啊，所以是二应该是八吧，对不对 ？OK， 好。然后不过次方很好玩，你可以零点五哦，这表示是开根号嘛，对不对？所以它就是三。那在这个右上左下，就是在问号上面的那个，在问号上面的那个那个斜线哦，它是除法。那这个也是除法，不过就是一个是整除嘛，就是八除以二是四，然后那个十除以三是3.33333。OK， 那你可能讲说为什么它会写4.0哦？因为那除法在那个 Python 里面哦，有小数点跟没有小数点是两回事哦。没有小数点，没有小数点叫 integer， 就是整数啦。那有小数点的话叫做floating， 就是浮点数哦。那除法除了之后，一般都大概都会是浮点，像这个除不尽的嘛，是浮点，所以你除了之后，它就把你变成 floating 这样子。OK， 好，那如果你想做四舍五入七三半间，你用 round R O U N D 哦。你如果你没有写的话，你写你四舍五入，你后面没有写说你四舍五入到第几位，那它就会帮你四舍五入到那个四舍五入到整数。可是如果你给他写说，比如说你打个二，我按 shift， 那这是你的程式哦，这是你可以执行程式的地方。你只要按住 shift 键盘的 shift， 然后再敲 enter， 它就会执行你的程式了，这蛮方便的哦。那个会比你直接去 python.org 那个网页下载 python， 那再用 notepad 加加去写它。那这我曾经这样干过两三年的话就发疯了，这样子就换这个。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四舍五入这边有没有变3.33的？有没有看到？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变3.33？因为我逗点后面这个二指派的就是我要取到小数点第几位，那我二的意思是小数点第二位。那这里的话，因为它后面是三嘛，所以就通通舍去了这样子。Okay。 那如果你是两个的话，是取商数，也就是十取三的商数多少？三嘛。那余数呢？如果你要取余数呢？取余数就是用百分比的符号。用百分比的符号，所以零百分比三，这意思是说，我到底它的百分比是多少？然后你也可以做小数点的乘法哦，它可以帮你做，没有问题。然后这是 ABS 是绝对值 （absolute value）， 它帮你算出绝对值。那你那个次方除了用这个两个星号之外，你也可以用一个叫 POW， 大家知道 P 次方在英文里面是 power 嘛？对，所以 power 括弧二逗点十，意思是二的十次方，所以它是1024。好，所以这是一些简单的数学。那个我曾经看过一本书，他 那个人就是很喜欢用 Python， 所以他把 Python 当成计算机来用，他经常在打这些东西。那其实这对我们来讲，其实有时候会用过，就是会使用它这样子。那我们要看一看，就是Python 数学运算有个优先顺序。那 我想我们学过就是先乘除后加减，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precedence 这样子的一个那个 precedence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OK， 所以这个如果你今天一个同一个计算式中既有乘除又有加减的话，那要先乘除再后加减。那 Python 基本上它遵循是一模一样的顺序哦。不过那个我们那先乘除后加减其实是简化的，因为还有一些其他，比如说Python 的那个运算方式是先做次方啊。如果你有加有减有乘有除又有次方，要先把次方算出来。那如果你是乘除或是求余数，就是那百分比，对不对？求整数商，就是那个两个斜线，这几个如果同时出现的话，那么就是依序哦，就先乘再除再求余数再求整数商。那加减的那个加减的优先度在最后 ，OK。那你也可以改变了，你可以用括号、用圆括弧、用小括弧来强制它优先运算。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二加三乘以三，那这个时候我想大家应该知道，就是3×3=9，再加2=11嘛，对。那如果是这个呢，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它又有除又有乘，又有这是除这是整数商嘛，对不对？那它就是按照顺序，就是100除以2=50，然后再除以乘以30就是50，就是1500再除以4的整数上大概是370。那像这个的话，它同样是2加3乘以3，可是因为我2加3用刮弧刮起来，所以它会先算，所以它算出来是15而不是原来11。
那这个也是一样，就是我们本来这个是100先除以2再乘以30再除以4取整数上，可是这里有我用那个，这里我用那个就是2乘以30，这里我用那个原勾把它刮起来，所以它优先计算，所以2乘以30这样子可以。那你可以，你看2的两个星星4加5，这意思是2的4次方再加5，可是你也可以，如果你想要先4加5的话，那你就用刮胡把它刮起来。所以这是一个那个数学运算，那我想这个应该跟数学大概差不多吧。好，那我们再看一下那个Python 的有一个叫 Math 的模组哦。那那个Python 它有个很强大优势，就是它有很多模组可以，你可以很快用它，很简单处理很多工作。那有些模组是内建的，就是你下载 Python 的时候就有；有些就是你需要的时候再另外下载安装。那 Math 是一个内建的数学模组，那你可以做很多很简单的做数学运算。那如果你想看所有的东西，我这是你可以去敲这个连接。它就是 3.7 版啊，那你可以把它改成 3.7， 就是你敲那个连接之后它会到 3.7 版，那你可以去看那个 3.9 3.10 哦，不过改变好像不是很大就是了。那我们看几个例子哦，首先呢，这个你如果那个东西是在模组里面，在 module 里面，你要先 import 它，要载入，所以你要先 import math， 一定要 import math。 那你要 import math 的时候，你要用 math 下面的那些东西，那些功能哦，那你可能讲说我哪知道它有哪些，那你就去这边看，就去点这一个那个点这个网页这里看，它会告诉你说，它会告诉你说有哪些东西，你可以自己去看。那我们看了，如果你要使用它的时候，你一定要先写 math， 那这里有一点，然后后面这是 sqrt， 就是你要做的那个动作。那我上次试过，就是你这个点的前后如果空格，这一版的 Python 可以接受，很新的版本的 Python 可以接受。可是我刚开始学的是 Python 3.2 哦，它不接受这样的事情。那我建议是不要养成习惯，养成这种很奇怪习惯。就让这个点前后都没有任何空格哦，所以 math 点 sqrt， sqrt 是平方根啊， square root， 那100的平方根就是10嘛，对不对？那 POW math 点 POW 是5的4次方，它是 n 逗点 m 是计算 n 的 m 次方，那 factorial 是那个阶乘哦，我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这个东西，就是那你可以计算它的阶乘这样子。那还有就是那个还有一个叫做 floor 是传回比 n 小或者等于 n 的整数，所以你看你 floor 3.5那比 3.5 小的整数就是3嘛，可是如果你是 floor -3.5 的话，因为-3.5 比它小的整数其实是-4，所以你会它，所以这个 floor 不是四舍五入，也不是什么无条件舍去，不是，它其实是传回比你给它的那个数字小或是等于它的整数。 OK， 那如果它是整数的话就传回原来整数了，可是像这种-3.5 它比它小的整数是-4哦，所以我们要-4。那这个TRUNC 这个字其实是 truncate， 就是裁剪。TRUNC 这个字它是 truncate， 就是裁剪剪掉的意思哦。那这个意思其实就是无条件舍去了。所以 3.2， 你对 math 点 trunk 3.2， 那是3 math 点 trunk 3.7 还是3，就是无条件舍去。OK， 所以在做计算的时候要做的话，你可以做这些事情。那你可以像这是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四舍五入。那四舍五入的话 ，3.2， 如果你都没有写说到哪一点，它会传回整数。那如果是 3.7 的话，因为四舍五入传回整数啊，7是大于5嘛，所以进位，所以变4。那如果你是 4.553421， 你要我们说这3一直是取掉小数点第三位，那小数点第三位是它嘛，啊，它下面是44的，因为会舍掉，所以会变 4.5553。 OK， 我想四舍五入应该会蛮常用的，你可以用它。那那个再接下来去的话，这个 math 里面还有一些就是数学上常用到常数啊，一些那种 constant， 比如说像 pi， 这是那个那叫什么圆周率，那这个东西好像叫做我忘记它是什么东西，好像是自然指数什么都可以。Anyway， 那这是内建的，是内建的，所以你是 math 点 pi 后面没有刮胡哦，因为它不是一个命令，它不是一个动作 ，OK， 它是一个变数，所以你如果需要那个圆周率的话，你就直接 import math 点 pi 就好 ，OK。好，那这里的话，那个这个数学我们有一个小，因为那个现在三点半，我想我们休息个10分钟好了。那我们这里有小小的那个练习，第一个是假设你收集到一个小 baby 说六句话，就是他说这句话，他说这句话，那我想要计算 MLU 哦，就是mean length utterance。那这基本上就是把它算法就是把所有的句子的长度加起来除以句子数啊，应该是7句。OK， 那我这里第这是第一句，这是第二句，这是第三句。OK， 那等7句。那你怎么知道它到底有几个呢？当然你可以说哦，我看就知道这有一个，这有两个，这三个。可是你在写程式用眼睛看，那你要写程式干嘛？所以我们可以用 len 是 length， l-e-n-g-t-h length 的缩写。但是你不能写 l-e-n-g-t-h 哦，那个 Python 不认得那个字哦，它用的是 len。那你 len utter one 就是代表第一句。
那这个时候它会给你一，那你把指派给 other one， okay, 我们可以把它印出来看一下。Okay, 所以它是一嘛，对不对？那你要怎么样？你练习一下，就是用这个 len， 然后以及我们刚刚加的那个，以及我们刚刚加的教的那个加法跟除法来试试看，怎么样计算的 mou？ 第一个是取到小数点下位下两位四舍五入，那小数点以下无条件舍去应该怎么做？那个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另外一个是你要怎么样子计算的占整篇短文的百分比哦？那这个其实我大部分帮你做完，就是我们你知道它的百分比很简单吗？就是你去算算看了到底出现几次，你去算算看了到底出现几次，然后看看那个文总共有多少词，然后去除它就好，对不对？所以我已经帮你做了，你要怎么样知道那个文章里面有多少词呢？这个 article length A R T S 这个它就会就是我把 print 出来给各位看了，就是。OK， 好，那也就是说，这其实是我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一个英文报道。那它有713个词，然后的总共出现10次。那你要怎么样子计算？你要怎么样子计算？的占整篇短文的百分比呢？应该怎么做 ？OK， 那这我想这数学其实很简单呐、啊。那给各位就是稍微摸一下。那你要坐在哪里呢？你可以直接打在这个格子里面，这里面可以打字哦，这个打字。那你可以，那你如果你不想打字的话，你想打其他的格子的话，你可以从这边 insert， 然后 insert cell below， 它就会产生新的格子。那但是还是可以读到这边讯息，你可以把你的程式码打在这边。OK， 那我们休息10分钟，等一下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来那个就是检讨一下这个作业。那个张桂娥老师哦。那个，我如果把它转，我把它转成 PDF 档，你就没办法执行那些程式了。可是为什么我点进去打开都是乱码呢？那个张老师，我把我的分享萤幕关掉，你分享萤幕给我看一下好吗？好。那你稍等一下，我找一下。哎，我的萤幕哪去？你等一下啊，我等一下，我刚刚因为都是乱码，我就把它关掉了。OK。这里啊，等一下我找到了，谢谢，我再看一下。好。这个现在有看到吗？您？我看 ，OK。那个，那个，等一下，那个张老师你开的方法错了，你这是那个麦金，你是那个苹果电脑吗？不是，我是 Acer， 我是 Acer。可是你这个浏览器 ，OK， 总而言之啊，你应该做的事情是这样子、哦，就是你不能这样子开它，你不能这样子开，你可以你关掉你的分享萤幕。好。你不能，你这样子开，它会出，就是它会是，你，不能这样开，我弄给你看，就是这是，好，那我分享我荧幕哦 ，OK， 好，那你要开的时候，就是首先呢，张老师，您这些安装都成功了吗？都成功了。OK， 好，那你有启动你的虚拟环境吗？有启动了，我也到了老刚刚那个网页是有上面有发的那个网页。Okay, 你要把刚刚那个讲义给下载下来。那个要怎么下载？因为我一、okay. 我一下，你按滑鼠右键，它会跑出一个那个什么另存新档，那就把它存起来。哦，要然后呢？就是你要把它存在你知道在哪里哦。然后你存好之后呢，要这个我这个 F 是。你在可是老师，我这边没有另存新档哎，他只能存那个就是叫什么，就是link， 就是他只能存那个 link 哎、欸。真的，我我按右键，他只能让我存。存 link 应该也可以吧？我在想。所以我是 copy 那个 link 啊，然后可是 link 不知道怎么存呢、欸。那个，他只能保存那个 link。聊天在这里，那个陈冠章老师说，在连接处按右键，另存连接为
有没有看到？你有老师那个有练存就练好。你有没有看到？就是陈冠超老师他说在连链接处按右键，就是在你那个网页的那个是那边按右键，让你的滑鼠右键，是然后有个另存连接为 save link as， 然后你就把它存到你要存的那个档案，你的那个目录。啊、哦，我了解了，好，我存存看。OK， 好。然后谢谢你。不会。然后存了之后，然后还没完呢。然后存了之后在那个网页打开，是不是？还没完，没有，还没完。那个你存完之后呢，你必须要启动你的虚拟环境，对不对？然后到你那个目录去。你要到你那个目录去 ，OK， 是。然后你到你那个目录，就是你的这个黑黑的这个 PowerShell 要到那个目录去。然后你到那个目录去之后，你打 Jupyter Notebook， 然后你按 Enter 之后，它就会等一会儿，然后它就会出现这个荧幕。那如果你刚刚在那个 PowerShell 那边的确是到了那个就是你正确的到达你存那个档案的目录的话，你就要敲这个2021，这你敲它，它才会开出这个东西来。是。你刚刚那样子，所以我刚再做一次那个命令，就是再做一次 CD 那个命令是吗？对，你要这样也不见得是只有 CD 耶，你要到你存的，就是你储存你的那个这个程式档的那个目录去这样子，这里。那我还要需要跑，我还需要回到那个安娜空达那个哦，当然对，那页吗？你的那一页，可是那页的话，我的虚拟区并没有出来的，就是那个很黑黑的那页，就是很黑的，啊、然后白字反串那字，就是这里嘛，对不对？就这个，这个嘛，对不对？对。那你打 CD 对这个黑黑的这，因为 CD 后面要打入你要去的目录呀。可是我现在已经是我现在是没有任何的，我像按 Enter 或是什么都没有东西耶。那这样子好，那个张老师你分享一下你荧幕吗？好，我现在是，你等一下，我已经把刚刚的下载存到我的那个就是那个储存槽了哈，然后那我现在要去把它叫出来嘛，对不对？叫到我的那个，我现在的画面是这样，就是我没办法再回到我的，要再执行这一页吗？不好意思，等一下我得挪动一下我这个。把关它 ，OK， OK， OK， 现在情况这样子、哦、因为你已经执行了那个 Jupyter Notebook， 你按 Ctrl C， 按 Ctrl C 是不是 ？Ctrl C，Ctrl 加 C， 然后把它中断，然后把那个刚刚的。Ctrl 跟 C，、哦这个、对，然后你把刚刚那个打开的网页关掉。哦、不是在那个浏览器里面，你先把它关掉，对。知道，我那个要关掉，好，我先关掉。不是这个，是浏览器里面那个网页。对，浏览器那个网页我关了。OK， 好，那在那个老师你然后我回到档案现在存在哪里？跑一次那个，再跑一次 Jupyter 是不是？不是，等一下，你刚下载那个档案存在哪里？我存在就是这个，就是存在我原来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你确定就在这里是不是？你确定在这里吗？对，我确定在那边。那你按 Enter。对。对，按 Enter。好，按 Enter。对。好，那你现在到那个浏览区那边去。我现在的分享页面没有到浏览区，对不对？没有，你要去点那个。分享页面还在黑色。对。好。我现在没有看到什么。这个吗？这个。对，那对，你就点现在那个这个有个点 IPYN 第一个，对，按下去这个，对，哦，谢谢，OK， 好，那我好，谢谢你，不会，好，谢谢。